我得回家写作业呀！哎呀，我得好。
好好的找找是不是放到书包里面呢。对对对，可能是在书包里，我看看吧，好好的找一找。怎么没有啊？我再找找看。还是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的作业还没做呢，明天去上学，老师又该说我了。哎呀，我的钥匙呢？我要回家呀，怎么办？小鸭妹妹，小鸭妹妹，小老鼠，你哭什么呀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小老鼠，我的钥匙找不到了。啊，钥匙找不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回不了家了。谁叫你这么贪玩，这么晚才回家呢？作业还没有做吧？是的，还没有做呢。小老鼠，快帮我想办法吧，我要赶快回家去做作业，不然老师明天会说我。好吧好吧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好的。怎么办呢？让我好好想想。有办法了。小鸭妹妹，我把门给你咬个洞，你钻进去不就可以回家了吗？你说好不好啊？把门咬个洞啊。你看这样不可以吗？这样可不行，我妈妈会说我的。再说了，小老鼠，晚上坏人也可以进到我家里的。这个方法不好，我看这样不行。哎呀，是啊。等我再想想啊。怎么办呢？你快想呀，小老鼠。不要急，不要急嘛。我有办法了。是吗？咱们从窗户进去，坏人是进不去的。窗户不行不行，这样一来晚上睡觉该多冷啊，不行。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对了，烟囱，从烟囱进去吧，怎么样？烟囱还是不行啊。你看你看，烟囱太高了，会摔到我的。而且我妈妈说了，不让咱们爬高的，因为咱们年龄小，还不会照顾自己呀。哎呀，那怎么样才能进去呀？小鸭妹妹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要不咱们给你爸爸打电话吧，让他赶快回来，这样你就可以回家写作业了。我想想看。好吧，只有这样了。我也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来了。那好吧，我现在去打电话。好，那你快去吧。希望爸爸别骂我。小鸭妹妹，快点回来，你把书包放在门口啦。哎呀，你看看我的记性可真不好，书包也忘了。背上书包。你呀，一定要注意，千万别马虎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小老鼠，再见了。可真够马虎的，这个小鸭妹妹不仅贪玩，还这么的马虎，一定得改掉这个坏毛病，不然的话她还会乱丢东西的。喂，小鸭，作业做完了吗？还没有，我着急着要打电话呢。打电话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我的钥匙找不着了。哦，这儿有电话，你快打吧。就在这儿。真有电话呀？好的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鸭妹妹，我走了。好的，再见啦。喂。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喂，是爸爸吗？爸爸。
弄丢了。是啊，我现在回不了家了。我已经找过了，我书包里没有，地上也没有。我真的不知道钥匙丢哪儿了。爸爸，我现在回不了家了，我很着急。不嘛不嘛，爸爸你快回来吧，我的作业还没做呢。哎呀，不是我贪玩，我真的没有贪玩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了吗，我也不知道丢哪儿了。哎呀，爸爸怎么办呢，我一回家就发现钥匙不见了。我得回去完成作业呀，如果不完成的话，老师明天会说我的。爸爸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呢？啊，现在不行啊。哎呦，给妈妈打电话也不行啊，妈妈今天早上去姥姥家了，她今天不回来了。我自己想办法。那好吧。是的是的，爸爸说的对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应该让爸爸妈妈操心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我能想出办法来。爸爸再见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自己想办法就自己想办法，我是聪明的小鸭子，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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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小鸭子，你回来了，你给爸爸打电话了吗？怎么样啦？打电话，打了打了。爸爸他工作太忙了，要很晚才能回家，怎么办呢？爸爸他说要我自己想办法。啊？自己想办法呀？是啊，我的作业完不成了。小鸭子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想想办法。要不然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吧。什么东西？小猪，小猪，你快过来！什么事儿啊，老鼠兄弟？你们是在锻炼力气吗？什么锻炼力气啊？我们在打桩。打桩？那是干什么？就是把地打平了呀。你看，我们可不是在贪玩啊，我们是在为森林做好事呢。你可真有本事。谢谢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呢。哎呀，这个白老鼠看见打桩机之后呢，就想发明一个东西了。我老猫最爱学习了，书里好玩的东西可太多了。有意思。有意思。老猫，你快撞杆子上了！哎呦！哎呦！撞了一大包。就这样，他就想发明一个锤子。老猫呢？老猫呢？原来是老鼠兄弟啊！老鼠兄弟，你在找老猫对吗？对对对，找老猫，找老猫。这是什么呀？长得好奇怪。这就是我的新发明，名字叫做打包锤，可厉害了，真的威力很大的，你不信吧？这是一把锤子呀。是啊。那老鼠兄弟，你拿锤子干什么呢？我都说过了，这叫打包锤，这可是我的最新发明，它能把头上的包打成平的，可以治病治伤的。
是吗？对呀，可以治病治伤。是啊，我老鼠这么聪明，是不会骗你们的。哎，小猪，你脸上都有大包了，我帮你治治吧。大包？不是不是，这是鼻子。啊，是鼻子，怪不得那么高呢。小狗，我帮你治治吧。不行，我的鼻子很重要的。不行啊，你别帮我治。我也不需要。哎呀，你们别那么紧张啊，我是不会打。哦，太好了。我在和你们开玩笑呢，这样我就可以帮助大家了。还没想好呢。那你要去帮谁啊？我要去了啊。哎呦，我帮助大家。我看咱们俩一起去看一看吧。对对对，我们一起去。哎呀呀，鼠兄弟要去拿锤子打人，可把小猪和小狗吓坏了。是的。那他想要打谁呢？龙猫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要救你啊。你要救我？对啊。可是我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，真是好奇怪呀。老猫没有包了啊？怎么好的呢？听着，我接着给你讲啊。那你快讲快讲吧，我都着急了。老猫怎么就好了呢？真奇怪。小鸭子，你听我继续给你讲好吗？好的。我就给你讲吧。这是我的新发明，威力可大了，保准能治好大家的包。你真是太有本事了，可惜我的包好了。哎呀，一定会有用处的，森林里还有其他的动物都长包的，我都可以给他们治好的。快来看，这个锤子没有用处了。当然有用处了。有用处的。没有没有，锤子就是没有用处了。就是没有用处了。我说的就是有用，一定会有用处的，不信你们就等着瞧。哼，肯定没有用处。你俩别笑话老鼠了，锤子也许会有用处的。小白兔，小白兔，你别走，等等。老鼠先生，是你呀？小白兔，一个包，我帮你打平吧，怎么样？救命啊！不行，别打我！你就让他试试吧，小白兔。你那么善良，你跑什么呀跑？你就让我试试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我辛辛苦苦发明的锤子，到现在都没有用上。哎呀，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包呢？我老鼠真是走运哎，这里有一个大包，让我来试试。哎呦，好疼啊！谁打我呀？还是你呀，老鼠？哎呦！太好了。又看见两个包，我再来试试。1、2、3，这个包怎么会跑啊？还有没有？又有三个包，我得过去给他打平了，试试我的锤子。包都不见了，我的头好晕，怎么回事？我好难受啊，头晕，我的头好晕啊！没办法，白老鼠最后自己想装个包。我想个办法，怎么办呢？有了，1、2、3！我的头上怎么没有包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那么用力都没有撞出包来，看来我
我的锤子真的没有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怎么就撞不出一个包来呢？真是急死人了。我的头上没有撞出包来，倒把电杆撞出一个包来了。故事讲完了，鸭妹妹，好不好听啊？好听。白老鼠把电杆撞出了一个大包，他的办法虽然不好，可是是他自己想的。白老鼠的锤子终于有用处了。看来我也得自己想办法了。是啊是啊，还是自己想办法，不能总是靠别人呀，因为我们已经长大了。对对对，咱们长大了，应该自己想办法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小鸭子，你终于明白了，你明白了道理，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啊。是的，我明白了，爸爸还没有回来，我必须靠自己，自己想办法。那你现在自己有办法了吗？让我好好的想一想。小鸭妹妹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都到哪里去玩过？好好想一想，也许会想起来丢到哪里了呢。我到过池塘。池塘里呀？那你是不是游泳了呢？是呀，我游了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是不是掉到水里面了？哎呀，那可就糟糕了啊！要是掉到河里，你是很难找到的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小鸭妹妹，小鸭妹妹，别哭别哭，你别哭啊！你再想想，也许没有掉到池塘里呢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好好想一想。好吧，我想想。再想想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游泳的时候还看见钥匙呢。也许真的没有掉到池塘里。对呀。再找找吧。好吧。我找找看吧。可是，在你身上找找看吧，也许还没有丢呢。好的好的，我好好找找。真是着急，我的作业还没做呢。我来帮你找吧。真的？好吧，谢谢你啦。好的，来来来，帮我找找。小鸭子，你看看你的肚子里有没有啊？没有，我找过了的。找到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的钥匙啊。真是我的钥匙。真的在你的身上？怎么在我的衣服里面呢？我已经找过很多遍了。奇怪吧？真是奇怪呀。想不明白。找到了就好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太粗心了，自己没有好好的看。对对对，是我太粗心了，我是一只粗心的小鸭子。对，就是你太粗心了，小鸭子，知道吗？知道，谢谢你啦，老鼠姐姐。不用客气，小鸭妹妹，以后一定要细心呀。好的。别再粗心，不要乱丢东西哦。你快进来吧，我不会再粗心了。好，你快把门开开吧。好的，快进来。来了。